哎，张小姐，早，早安，早安，睡得好吗？你昨天半夜没有叫我，我跟半夜有听到你在呼喊我的名字，应该是我梦到了啊。哇，你想要的都有哦。昨天你没有真的吃到那个芒果？芒果吗？那芒果超赞啊！哇，秋葵太好了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沾瓦萨米，想吃瓦萨米吗？地瓜稀饭太好了，来来来来帮你服务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王家家味板豆羹。嘉义半桌卷，什么叫半桌卷？它很特别的，就是它的外皮呀、啊，是用猪的那个网纱，就是脂肪外面那层膜包的，特别香。听起来很费工哦。对啊，听起来不好做，感觉很费工。对，要排队才买得到。真的哇！啊，这个酸黄瓜哈，是我们这边特有的。酸黄瓜这一盘吗？酸黄瓜。哇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哇，一定要秋葵，早上来夹秋葵。哦，你有健康概念哦，顾一下胃，顾一下胃，顾一下。啊，这个土鸡蛋是我们自己的土鸡哦。昨天那一只吗？对，啊，不是，昨天那一只是公鸡，它不会下蛋，对不起。有三只啊，母鸡有四只啊。对对，昨天那几只母鸡。啊，这个可以沾这个盐巴。这是水煮蛋，可以沾盐巴。这油菜啊。哎，油菜哦，你熬呢？哎，油菜好吃，好新鲜哦，那菜是你种的吗？我昨天没有看到有菜啊。有。我觉得每次来到南部。菜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在北部很多菜的味道都很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哈，这个叫做树头鲜。什么叫做？这也就是树头鲜。什么叫树头鲜？水拌的，水和你讲。哦。那你们在台北吃到的，最快要一个礼拜以后你才吃得到。知道理由是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政府有存粮的概念。它哈叶菜类要保持一个礼拜以后，还有控制那个量，对，控制那个量啊。外，你看哦，台风来了，对，那个菜单啊，那个摊贩还是满满的都是菜，对，一个礼拜以后绝对看不到叶菜了，为什么？那就是存粮没。你用啥们很。哎，树头鲜，树头鲜，很慢的，很慢的，很慢，跟吃海鲜一样，很牢啊，就这意思。对了，很牢啊，对了，那就是用，很像鸡卷，对对对，鸡卷，味道很好吃，比鸡卷好吃很多，鸡卷好吃，因为这个是特别用那个网纱去包，不是一般的，哇，这不简单哎，啊，这个芒果是来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，这是买来的，你等一下可以分别看看。所以讲要小心讲啊，这是买来的，是我们家的。先跟你讲话啊。啊，菜波龙有吃看看吗？这是我的菜波龙今天失败了，我本来要把它翻过来。好，翻过来。那个重太重，我今天没力气，没翻成它就毁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一大早又麻烦你。没有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不错。小的睡得非常好，但好像不太够。那这种天气很容易体力就透支，因为流汗流一流。我今天忽然觉得我的肚子又变小了，流一整天的汗，那新陈代谢还蛮快的。这个甘米就好买嘞。甘米，咸鱼。酥在上面。算了，我见新鲜的算了。吃点咸鱼，需要一点，身体需要一点盐分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哎，虽然是咸鱼，不会有那种死咸的味道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你对吃很有概念呢。他厨师哪里吃？你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呢？我就觉得你怎么是台湾人的感觉？是混血儿，一半台湾人。他是台湾人。真的哦。他是台湾人。哇，这农家早餐一吃一整天精神就有了。啊，真的哦，谢谢你不嫌弃。不会，好好吃，好丰盛。酸黄瓜哦。很开胃。有没有？哇，好脆哦！怎么可以那么脆？很下饭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爱吃这外面买的芒果，你吃一口外面买的，再吃一口我们自己削的，它也是香甜的，但是味道不错啊。王导也味道不错啊。嘿，这是爱文啊，你吃这个。啊，就小小一颗完整的芒果哎，张小姐说这个最甜，因为它体积小，然后甜度集中，然后那个肉也就比较密度比较。在外面都买不太到哎，这没有了，外面从来没看过这么小的芒果。哦，好香哦！你看，不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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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口感有，甜度有，可是这个多了一个香味，芒果的香味。可是有些芒果的香会让你觉得呛，但是你的芒果不会，它是真的天然香的。这个好好吃哦，好好吃。我只要听到你这好好吃，我就好高兴了。要让你拿嘞，多加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。它那个纸很薄，嗯，好。而且我很喜欢你那个肉比较扎实，对，嗯，然后它没有像一般芒果那么多汁，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那个芒果会一直滴，那个果汁都会流的到处都是，这个好，嗯，好甜哦，还会回甘，好吃。好吃啊！我在台北应该都顶多吃汉堡蛋饼，很少吃到这种，因为我妈也不会早起做饭给我吃。哎，习惯吗？这样习惯吗？习惯了。你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出外景节目啊？真的。他拍戏也拍了一阵子，当艺人当一阵子，他没有出过外景。真的哦，那我们很荣幸哦。荣幸，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就让他当主持人。因为我没有生命。那我今天有点没，昨天跟那只鸡。那我可以蹲在旁边。Go go go！你也是很雄性的公来啊，来叫啊，看像个搞叫啊 ，Go Go Go！ 因为他对我叫得很大声，我不想输他。好可爱，你人太可爱了。我们的一带一路，张大姐这边已经连续两年都有得过我们经济部这个旅游的奖，是吗？认证的奖，那个群聚的认同，是，所以我们得了两年，要得一年就不容易了，是，我们连得两年哦。因为你串联的这个鹿草这边很有特色的商家跟农作物，能够让大家体验，对，这个就真的是一带一路，你人过来，你就可以做整个你们这边商家的串联的体验，对啊，哦，太感动了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来。好啊，当然没有，真的很谢谢你，真的。很谢谢你，我觉得我们每次出来都会遇到很对我们很友好、很热情的务农的朋友，像张大姐那，但是您的热情让我特别难忘，真的。我已经准备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考了，真的，真的会被你的热情给感动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也没考我的钱到了。因为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你对我们的，还有对台湾这一片的土地的一个。我刚刚有说完，还没说完嘛，就是说，人家是。归于返乡，我是倦鸟归巢，这是我的娘家，然后我就退休完了以后就回到这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对啊，把它整理经营，对啊，对啊，希望大家有空能够来嘉义鹿草这边来找张大姐玩一玩，是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到地的农家生活，好开心哦，对啊，也看到你也好开心，真的，老板娘就这样子招待我们这么好的早餐，有体力，是啊，接下来继续体验一下嘉义的一些特色。好，欢迎。有没有推荐下一个有趣的地方？让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在下潭，沙漠玫瑰是一种品种，对，它是品种，然后它是最爱太阳的地方，这里太阳这么大，对，很适合种它。啊，它是嫁接技术，哦，嫁接的，全世界的哦，是享誉全世界的哦。鹿草有两个很嫁接有名的地方，一个是西瓜嫁接啊，一个是那个沙漠玫瑰。玫瑰嫁接，对，老板娘说沙漠玫瑰喜欢大太阳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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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那个沙漠玫瑰都在温室里面。没关系，我们晒不到太阳，好，充满一点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好，真的很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你不要帮我弄啊，我们来环抱离开这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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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感动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因为昨天听到你们做的这一些事情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秋葵花，这对对啊，这秋葵啊，它早上开花，现在开，我们终于看到它的花了。对，秋葵的花朵好漂亮哦，漂亮。沙漠玫瑰，哦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走，哎，那个应该是老板，走，我们去。哇，好酷。
酷哦，不知道在兴奋什么，满身大汗了。对，已经不知道在兴奋什么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板，我们在录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讲来你这边打工体验。对，听说你这里技术很厉害，世界一流哎。哦，对这个沙漠玫瑰有兴趣吗？有兴趣，我对花花草草都很有兴趣，尤其我看到这个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好特别哦，鱼那个仙人掌的一种。这个样子仙人掌没有看过。对啊，那个它的有一个多肉叫春风。春风，春风哦，对对对，用911的春风，我刚已经想了，春风哎，春风你好，春风，没想那么多啊。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帮你学习怎么样嫁接玫瑰吗？沙漠玫瑰是吗？那个沙漠玫瑰其实啊，它耐旱，哦，耐旱，耐旱，而且耐热，耐热，耐热，哎，对，我们现在温度不是30几度，哎，好热，有，这里面都是。真的，真的，哇，因为它用闷住。对对，等一下你们就可以体验三温暖。哇，好开心哦，开心，早就有三温暖，好开心，怎么了？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是，沙漠玫瑰好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玫瑰花的那个花长得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不同品系的。我们那个看到的那个玫瑰花，它是不是带有刺？有刺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这个沙漠玫瑰完全没有刺，但它也是玫瑰花的一种。是吗？它跟它不一样，跟它不一样。其实它的原生地带是在沙漠，是沙漠，是哪一些国家？在埃及、阿拉伯这样。我们可以来学什么？可以帮你什么忙？从什么地方开始？我先来帮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好啊。既然对这个有兴趣，我让你们更深入的了解。好好好，深入深入。那然后我们就进去看看，来体验一下。啊，这边已经好热了，对，这里好热哦。Go， 行啊，谢谢老板。来看嘛！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哦！不敢走进去。哦，这个是多半的，那个是迷你型的啦。迷你型，我们那个沙漠玫瑰还有一种是迷你沙漠玫瑰，这颗是重瓣，这颗是单瓣，这么重瓣就是多重花瓣，有双层的，双层以上的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单层的单瓣，所以这是单瓣，对，这是单瓣，对对对。我很想问，沙漠玫瑰是你已经这样嫁接好一盆叫沙漠玫瑰，还是这个树是玫瑰，还是这个花是玫瑰？谁是沙漠玫瑰？这个我们在嫁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叫砧木。然后上面嫁接上去的叫接穗嘛，砧木跟接穗通通都是沙漠玫瑰啊。那为什么要嫁接？你就让它长大了。哦，你问得好。哦，因为嫁接哈，它那个颜色啊可以多变化啊，可以控制它颜色。你嫁接过的颜色就是永远不会改变啊啊啊！哦，所以你今天嫁这个红白的，它永远就是红白花。对，它开出来的花就是这个花。啊，你不嫁接的话，那你不嫁接的话，它有时候可能是开出那个粉色的，粉红的而已，它颜色不会那么丰富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颜色没有那么。所以你可以嫁接各种不同颜色在一个树上吗？可应该可以哦，应该可以哦。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去看，就是你这一支嫁这颜色，这一支嫁这颜色出来就不同颜色啊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创意吧。那我们每一颗花哈，因为它品种太多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帮它起名字的啊。比如说像这颗，我们叫它娜美，娜美，娜美不是那个动漫的那个海贼王里面那个，对啊，娜美啊，对啊，没错。起名字叫如烟呢。如烟，如烟比周星驰的电影来呗。好嘞，如花，那如烟，如烟是好 OK 啊。如烟，哇，这名字都你自己取的吗？我们自己一种出来，叫我们去想去，尽量就。但你可以登记吗？想。哦，目前沙漠玫瑰没有说没有办法登记申请专利。对，要不然你那个品种我培养出来的，那这是属于我的专利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沙漠玫瑰现在还在，就是在发展当中。是哦，但是我又有一个问题，我看你的沙漠玫瑰全部种在盆栽里，它不能直接种土里吗？直接种土里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但是因为你种植方便，就种盆栽，对吧？因为种盆栽，人家要买比较方便。啊，你可以栽培吗？你种在泥土里上面哦，要挖要移。
你要种在不淹水的地方。对，耐旱它就怕水啊。哦，这个应该叫山茶花了。哦，对，它很像茶花。嗯，这个好漂亮，这样螺旋的。这个也是我育种出来的，当初育种出来就在那边想说，这棵花到底要起什么名字？哎，所以你的困难度不是在于种植，是在取名字。是，当然啊，当然。在那边，黑头跟他拎地啊，你的小孩对不对？我的小孩，这个小孩出生要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啊。哦，这个好漂亮哦。吓死你哦！这个好漂亮哦，这个，这也是多重重办的。对，那一棵可以硬到台北。哦，真的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嗯。可以哦，这个可以哦，很漂亮，漂亮。哎，这个最奇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把三种五种颜色嫁接在一起的。哦哦，所以它每开花每一朵颜色不一样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红色、红色，对对对对对，深色。这里有红色，有那个粉红色的。然后这个偏白的，偏白黄，它算是。黄色的，嗯，你这里很像那个魔术方块呢哦，就是什么颜色你都可以各种各自己组合自己拼呢，好厉害哦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哇，今天要学一下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去嫁接的时候，嗯，你要认真写啊。好，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我们超认真，回去就厉害了。对，如法炮制。那我们来，我开始去选花，不是开始去学嫁接了，学嫁接，还想买花，走，这个技术厉害了。这个是原生种，对，好，那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样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嫁接，哦，现在就要嫁接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教你们这门技术。大嫂，你刚刚把原生种这个怎么样把它剃成这个样子？你可以再帮我们示范一次吗？嗯，可以啊。你那边有一颗，我们要的是单芽，对，这个叫做单芽的，单芽，就一根芽，一个芽。那因为它旁边有很多侧芽嘛，对，所以必须要把它。剃掉，这样才不会把它的养分吸收掉了。那可是它这样不就有一个牙口了？对啊，那它会慢慢修复。你不要接它，就会愈合就对了。对，它会慢慢修复。一个疤，嗯。那等一下就是你要接的时候，一定要取一个高度，对，4到5公分。4到5公分。那切下去的时候，一刀下去很平滑的，不可以有粗糙。粗糙的话，它密合度就不够。那这样子很光滑，是，对不对？很光滑，很平整，对，很平整，不会有斜斜的。对对，你刀口斜斜的话，等一下接穗要站上去的话，那就比较不方便，对，会掉下来。对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它的接穗嘛，啊。好，那我们起一段，一小段，它都有两芽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又是我们就算它是芽点，那有两个，最少要有两个芽点就可以了。嗯，啊，芽点是什么？就是它发芽的地方。哦，发芽的地方啊，叶子拿下来就是它要发芽。但请问你现在要接的这个枝品种颜色是你选的？对对，这个开出来会是什么颜色的？黄色。哦，好漂亮，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哦，这个品种很漂亮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切啊，平整，好，切一小段，可以了。但是要记得哦，要放正哦，不要放颠倒了。放颠倒了它会死，但是它长不大，好，所以你要放。哦，它也是会往上长，只是长不大，不大，哦，是吧？豆雕对吧？逆生长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站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等一下你就用这个纸，或者你平常有保鲜膜啊，热袋子，那什么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一般的塑胶袋就可以。对。不透气可以。可以啊，不要透气的。嗯。好，再来用你的橡皮筋。对。撑开，1000，2000，3000。哦。这个是固定住它。对。它这样要照多久？多久会？14天。14天哦。14天，它就开始萌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橡皮筋剪掉。对。开始浇水。对。这14天里面是不浇水。不浇水。不浇水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叶子啊。不需要那么多水分。对。哦。而且你不能放在太阳底下。太阳下。哦。因为花已经都没有浇水，没有叶子了，放到太阳底下它会。它现在等于是在重生的状态，是吗？加护病房。放在阴凉的地方。它在加护病房。那对不起，那如果说山凤玫瑰遇到太多水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太多水的话，它有可能会腐烂掉。
根会腐烂掉，嗯，所以那个水量还是要控制的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所以你刚刚那一支要接的，它每一节你可以一直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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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剪啊，一直剪，你哦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要接的枝。一人一支，所以我要拿上面的这里，还是我下面也可以用？可以一直一直用，一直用，对，一直用，这样会太短。哎，欸，等一下哦，我想想看，两个芽点吗？哪边是头哦？对对，芽点是什么？这个，就是这个叶子摘下来的地方。这个就是芽点，两个，所以我是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嘛，对不对？OK。这个地方吗？对，所以这样只有一个芽点，这个这里是开花的地方，要把它放在中间吗？对，正中间是最好、最漂亮的。这个也是，这两个是，那我们就干脆切到这里。哦，懂了。所以长一点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三种没关系。太屌了。哇，完蛋了，它应该是这样吧？对，是这样没错哦，还是算了，对，因为忘记是哪一边的，所以我们就对，就再一次，哎，一定空来，现在要把接回去才知道这个牙往上，对不对？往上走的，对对对，这个有点翘脸，对，翘脸哦，这样，好找到了，好，要往上，它都会倒。是要再撑开一点，看起来你看。还是不完了，这个就这样上来，我就不知道是哪里了。你刚刚怎么那么容易就把它套住？我怎么它碰一下就倒了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拈花惹草？大概快20年。20年哦，哦，一开始就是玫瑰吗？对，我一开始是种这个。一开始就种这个，哇，到现在20年的经验了，哇，那不得了，难怪说大哥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容易？安利才好。中间，这样也可以啦，但是如果在中间的话会更好，会更好。对，大哥的意思是长起来会很漂亮。对，这样歪旁边哈，它密了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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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谢谢，打工完。从现在接上去多久会开花？大概2个月，2个月就开始开花了。夏天呐，夏天比较快。哦，花是夏天开。哎，夏天它生长的速度比较快。哦，哎，哦，好。所以那你们平常的话是几月份开始接？我们一整年都在接，每天都在接。对。你看我第一盆跟第二盆，第二盆就进步了，那个塑胶袋棉被有折得比较好，弯弯。弯弯，就弯弯哦，是有力，弯多长呢？晃着就好。对，它晃，然后碰到我住它就好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它站得住，可以。哎，老板，你们一天要嫁接多少？没有一定啊，我一年大概有10万。10万人哦，一年啊，这个要出10万。像这一盆它怎么回事？你们对它动了什么手脚？你怎么？我很会看啊。在你哪行？对啊，这个你一定动过手脚，它才会长成这样啊。对啊，哇，这好厉害哦！可是它这样还是水分还是能够上去啊？可以。真的？这个就是我们给它做一个造型啦，因为这支哦它是单干的，我们就把它剖开。这个也叫单干吗？这个也是叫单干嘛？对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没办法做这样，是因为它太小，太嫩了，对，太嫩。这个比较木竹嘛，是，哦，它也扛起地安尼来转，哦，啊这样。所以你给它挂起，给它准哦，你给它雕了对吧？稍微给它一点，给它一点压力。哦，你已经玩到一个极限了，对啊，这好厉害，拈花惹草玩到，给它一点压力，扭一下就长成这样，你看好厉害哦。厉害！然后这一朵，这一颗叶子还不太一样。对，它的叶子跟这个原生种的都不一样啊。这个是翠绿的，这个有点带点那个斑点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去体验吗？有。等一下我们要去白问那个换盆啊。换盆。哎，因为我们那个蟹盘的苗已经长大了。对。你不换盆不行，所以我们要去换盆。我需要2位那个。我要去。两位啊。我要去。对，2位。我想要种，我喜欢种。那我喜欢种。我们就去。儿子，爸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就在这里继续嫁接啊。继续，可以。你继续跟大嫂拈花惹草。你信任我。对。
好哦，好，我们去，我们去照。那我就坐近一点了。坐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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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近。两个雅典为什么要留两个雅典？两个雅典起来是最漂亮的，它可以呈现这样子。哦，开花就是一个单立一枝，就比较孤单。好，这样子会比较漂亮。所以它一定会从雅典开花吗？雅典生长那个茂芽出来。对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来铲这些，这些是什么？盆栽的基底吗？对，那个是沙子。我这是树，我这草啊草，这真大了呢。哎哎，啊这上面啊，这是要让伊离水啊。这个是木屑吗？椰子壳，椰壳，所以我们要把它铲到这边。对对对。然后再混其他东西。对对。来，一个七个，一个八个。来，我们一人一个就对了。哎，等一下啊。你看我拍。一，两个，两个，三，四，五。11，哎，13，好，15，好，那我们把另外的材质把它加这边吗？加进去之后，我们来拌一拌，就可以来种了啊。这个加什么物件？都阿姨喽。是泥炭土。哦，这个是泥炭土，不是这。这个是碳化稻壳，就是那个咱咧食米黑无，食黄黑，对哦，七壳啊，就是伊个粉鬼、夯鬼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当戒指。泡微粉对吧？胖胖啊，超会长。它那个可以帮助根部哈，后续性好啊。用手好。哦，也可以啦。对，也可以啊。因为我因为少了。对，我怕我们不会用铲子，等下铲到到处都是乱七八糟。我是好尽量把它好烫哎，精灵精灵。其实你也在等下做鲨鱼，你知道吗？我咧就乱咧，你把生个鲨鱼不？你就家你家己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可以了，中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种？来，我教你。好，你教我。我先铲一些些。对，三分之一差不多。哎，对。然后我们这个苗，我在掉出来了之后，往上戳就成。哎，把它放着啊，放着。哦，这个好玩，我喜欢种这种，我喜欢种花，真的啊，我很喜欢种花，我每次在家自己种，带让你带回去，真的，我刚刚就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都一直没回答我，我想说这个可以送到台北，因为我这次真的想跟你买回台北，这个我想跟你买回台北，你知道吗？会带回去，真的哦，安利应该哦，可以晒晒，安利也晒哦，标准，安利没办，一学就会了，没办没办，我点点我很喜欢种东西，我真的常常种。哎，什么？你那边可以修剪，你那边这边有一个盘子，对。我点了去买菜苗回来种。哦，你要种菜啊？嘿嘿，爱生。这样太低了。太低哦。可以再多一点。好，差不多。哎，这样可以。就很像那种照顾新生命那种感觉。转一下。哎，啊这边就，哎这样就好了。苗。这个是种子。哦，这个是种子种起来的，种起来。哎呀，你看看你我顾，已经安呢3个月。3个月哦，哇，这你像在照顾小朋友。那它这个原生种开出来的花都是什么颜色？这一批是红色的。哦，这一批是哦，每一批不一样。你种下去的种子每一批是不一样的颜色。对对对，他怎么知道它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那个你在取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那个花是什么颜色了。对啊，这一颗太低了，这一颗太低了。哦，所以尽量让它这个多酸一点点。最少要三分之一，也要可以再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这样，上面的头部稍微有看得到。好，这样 ，OK。对，还要看它的那个本身那个高低，如果它小颗一点，你可能下面就要垫高一点。哎，行不行？你讲，你真正内行呢。哎，会使哦。有影咧，安尼你。会使哦，我会使来打工哦。其实这个真的，你自己有个小院子就可以，你得在，你用进个盆啊嘛，你那边有大所在啊，对。住在都市的朋友，其实家里也很好种。只是这个它的介质，它的土介质一定要调成这样吗？还是说一般培养土也可以？最主要的是讲要让伊排水性好。是。所以它我们才会加这一些。对啊，因为你这个石头沙粒，其实它颗粒蛮粗的哈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哈一块，它其实它可以吸水，一来包那个最干的哈。干的。那个根部来顶落的时阵，它还。有水分可以吃啊，他不怕说就是长期没浇水，他那个就是一下就缺水。有了，好，这样刚漂亮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老板娘，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嫁接的这个植物本身无法在台湾生存吗？我们也是可以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嫁接？因为你漂亮的花朵啊，一千颗里面你只选择一颗最漂亮的，那如果这颗最漂亮的卖给人家了，就只有一个人，就只有那一颗，所以你让这个最漂亮花朵的这个树就这样繁殖更多哦。哇，好聪明，这样好聪明哦。那像这个嫁接的这些植物，你们怎么知道在台湾可以这样嫁接，然后它是可以生长的？哦，这其实这个也是很偶然的啦，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都没有嫁接啦，就是单一颜色的而已。后来就有人在讲说可以嫁接啊，其他颜色，对，然后自己去配色这样。对，哇，那他一次叫人家好像说要上万的，那我们两个就在那乱摸索了。哇塞，上万哦，学这个嫁接要上万块。对，那当时因为你会的话，别人不教你啊。也是，对啊，那如果你拿你的东西去让他嫁接，一牙这样子，一牙就要几百块、啊。真的哦，真的、啊。所以我现在这个技术，我可以去外面一天就赚好几千块了。谢谢老板娘。现在没有那么多。现在如果客人给我们嫁接的话，一牙的话，我们是算他50块。50块哦。哇。就是他一整颗啊，大颗的来啊。所以今天的薪资要做很多本哦，可以哈。老板娘，检查一下这个我满意，你满意吗？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嗯，很好，很好，有50块的工，有吧？我越来越厉害，可以来上班了。我们现在在接的都是粉红色的吗？杉木是粉红色，接穗是这个刚刚白哦，那个双色黄色的，嗯，漂亮，这个好漂亮。它叫金城武，它叫金城武哦，你们自己取的吗？对啊。所以这个偏白，然后头这样粉红粉红的，你们取名为金城武玫瑰，沙漠玫瑰。对对。哇，漂亮这个，嗯，淡淡的哈，淡淡的花香，对，好香。OK， 哎，满满啊，哦，满满的，厉害嘞！我们端回去给肯娜看看。哦，二小，耶，一人中一篮。好，走，回去肯娜那边，走 ，Go， 从这边可以吗？哟，然后李仁哥，哇，你带了什么？这我们种的、啊，这你们刚刚种的、哦。对啊，哇，我们刚种的、啊。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脏？我跟凡希一人种了一篮。我可以把这个头接上去，我就毕业了。这个是最难接的。哎，这个我想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最顶端。可是，一样是用照上去的这样而已。但这个照成功了，它是第一个最先开花，它马上就开花。哦，很难哦。很难，因为它上面很它比较软，它比较软。这个就是要考验你。哎呦，可以喽。要老板娘检查一下。对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期末考成绩，毕业了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！哇，太好了，厉害！哎，过关。对，老板看得出来，我们很诚恳在学习。对啊，真的啊，这真的很有趣啊。对啊，这很好玩啊。喜欢沙漠玫瑰的朋友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花的品种。嗯，那也可以适合在都市种啊，其实在哪里种都可以，要种盆子嘛，家里又漂亮，很舒服。对啊，舒服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应该还要去下一个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嘉义地区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好山好水。那接下来的行程呢，我们就让各位轻松的享受一趟旅程。我喜欢这两个字，轻松。哎，都被周围来我，被周围来我，轻松，那周围来镜头了。我很想去呢。来，一起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前往呢嘉义的太保，然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下一个打工地点。好。公车吗？我们上次有坐过公车啊，在去南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坐公车？对哦，是来不是东市，东市那个公车很对，路程很长，对，没有轻松嘛，轻松。那坐回来，人来坐公车，对啊，开玩笑，吹冷气。对，我们要带观众朋友去体验嘉义的美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老板介绍我们嘉义这么漂亮的沙漠玫瑰给我们观众朋友，教我们这么多，会，谢谢，哎，欢迎观众朋友常常来嘉义玩，对啊。带回家，真的哇！先带回去，好，试种看看，好，可以，不是，
喜多多，这是金城武，伊娃。三个都很漂亮啊，我觉得老板最难的工作是要记这些花的名字，它好多品种的。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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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。谢谢。出来会有相思病。对，我就好想家人，然后回去抱抱家人。你们出来好酷哦，才知道家里有多温暖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每个人在外工作的一种心情。来这边，高铁7329阿里山，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个，哎，大哥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大哥你好，请问我们这台巴士是我们要坐的吗？是的，没错，是吗？我们要坐这一台，它是台湾好行观光巴士，台湾好行，因为现在要推广我们国内旅游，所以我们特地。在嘉义有成立这样的一个观光巴士，不只是嘉义哦，不止嘉义，是我们全台湾，我们全国都有，全国都有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嘉义会有几条路线？我们总共有四条路线，四条是啊，嘉义市有一个光临我家的路线，啊，它就是串我们嘉义市的一些景点，光临我家，对，啊，市区的景点，对对对，这是一条，然后故宫南苑线，我们去过，对，故宫南苑线，然后再来就是阿里山，阿里山线，阿里山B线。阿里山就两条线，我们有 A 线跟 B 线。那我们今天坐的是哪一条线？这条是 A 线。A 线 A 线是从高铁出发，哎，啊 B 线是从台铁出发。哦，那但是上去的路线是差不多。有一点小差，有点小区别，对对对。可是都很方便，对，在嘉义最重要的交通据点，高铁跟台铁还有市区都可以坐到我们这个台湾好行的公车。是是。那我们这一路坐上去要多久？大概2个半小时。哎，其实这样你可以直接上高速公路北上，2个半小时，其实时间差不多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车子的车顶就很多，这就是车子会到的一些点，对不对？有去过啊，你记得吗？奋起湖老街，我记得我那天便当卖最多啊。你看，好一堆一堆稻草，我好喜欢看这种风景，好不好？稻草堆，对，稻草堆啊，那滚一堆滚一堆。上次跟 Ken 哥爬稻草堆的那种，好玩，有4-5层楼高了吧？来个即时问答，好，看各位对嘉义的通识了不了解。然后呢，如果有答对四题，我就会有嘉义伴手礼给各位，这样子。都是嘉义有关的问题吗？对，都是跟嘉义有关的問題。我啊，好，教练的两个，我可以，我可以 Google 吗？现在网络很快啊， Google 马上就有了。来来来，第一题是，请问嘉义县的旧称为何？一，打猫。二侏罗，三打狗，不是打猫就是侏罗。对，不是打狗，侏罗好像我有听过，打猫也有。我选打猫。我也选打猫。好，请作答。打猫。答错。答案是 B， 侏罗。啊，侏罗。打猫是明雄的旧称。哦，明雄不是也在嘉义？对，没错。
那也算嘉义啊。不算哦。啊？嘉义的嘉义地区是。哦，好，以前就叫嘉义，嘉义叫侏罗就对了。对，第二题。第二题，下列哪一位不是嘉义人？一，蔡阿嘎。二，江蕙。三，曾国城。我可以打电话吗？我可以找二姐跟陈哥吗？蔡阿嘎是嘉义人是吗？那就二选一。好，这个你们二选一，你们两个选一，快点。陈哥，陈哥，好。你好了吗？好。好，请作答。陈哥。C， 陈哥。恭喜三位答对。耶！我们知道嘉义县有很多原住民。嘉义县原住民人口最多的是哪一族？一是周族，我想是周族。二是泰雅族，三是阿美族。应该是周族，整个阿里上都是周族啊。但周族算是小族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好像在阿里山算是他们的一个大的部落地点。阿美族应该是花东比较多，花莲那里对。所以应该是周族吧？对。好，周族。好，最近好了哈，好，对，你们答周主对不对？对，答对，耶，对 ，OK。这边辅助一下哈，好，来，在2009年呢，嘉义县政府民政处调查周主总共人数为4058人，4000多人，主要集中在番路乡及阿里山乡，那排名第二的是阿美族。哦，阿美族在嘉义也排名第也很多，对，没错。第四题要看你们刚刚上车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。好，来，嘉义地区，台湾好行总共有几条线？对，那是哪四条线？它有阿里山 A B， 阿里山 A B 啊，是两条。然后我什么光临什么莅临我家市区嘛，那还有一条是嘉义市是一条。A B 线啊 ，A B。上次我们去过南故宫线，啊，故宫线，对，四条。光临我家，市区是光临我家，然后在南故宫线，然后再来阿里山 A B 线。A B 线，对。好，恭喜三位答对。我要答题，叮咚叮咚，这边有铃，叮咚叮咚。高山青，歌词中形容阿里山的姑娘美。会唱吗？高山青，涧水蓝，阿里山的姑娘。如水呀、啊，阿里山的少年，不让人家开心唱完歌怎么这样啊？题目就是阿里山的少年壮如什么？山啊！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，对啦，应该是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呀，应该是啊。我只唱过改编版的。你可以唱唱看啊，我蛮想听听看的。唱一下，快！那先一起唱，大家都一样。好啊。高山青，青水蓝。阿里山的姑娘，阿里山的少年。这也没有歪掉，这没有歪掉，这没有歪。恭喜各位，现在有嘉义路桥乡民。的伴手礼就是昨天那个校长他们一带一路，对，哇，这个哇，我拿出来这是有机火龙果干，有效敏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古早味面茶。米蝶，你有吃过吗？我不知道面茶。你小时候在万华一定有，会有一推一台车，然后会哔，好像米浆是吗？对，然后像米浆，对。哦。会还是会烫啊？这是好，这我们专家哇，太好了，好，我觉得做这好吃饱再打这样的工作太有意义了。从这边烫，这样这边可以再做一点，因为这个绳子要让它多一点，帅帅的哦。好，然后我是这样，对，为什么看起来怪？他看起来像卖便当，应该在奋起。其实老人家他们也会垂下来，对，舒服就好。然后箭头瞄准，帅。
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